南美洲的安第斯乐团轻快的乐器表演，让现场师生甲家长拢享受伫精彩的表演当中。除了有来自国外多元而且高水准的音乐演出，学校嘛安排好每一班设一个单位，让学生家己来做头家。当然，这嘛需要透过老师甲家长的协助。不过，对大家来讲，嘛是一种从来唔捌有的体验。这个园游会很开心，就我们筹划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，那各科室的主任都非常的尽心尽力。那最开心的呢，就是看到很多的妈妈，他们都出来帮孩子的摊位去准备一些食材，或是益智游戏，以至到科学游戏。那我觉得非常感动，亲师生三方面的合作。因为经过16年，第三个小再次举办校庆庆祝晚游会，全校拢真期待。校方嘛开了两个月的时间进行规划，因此无论是全校师生还是家长，大家拢全力办理，现场嘛吸引大批人潮，使大家拢真有成就感。大家都就是就很积极，就会说：“哎，妈妈，你要帮我们准备什么？我们要在园游会的时候我们要卖。”然后老师也很积极的，就是在帮助小朋友做这一些活动，然后也让他们知道说，就是买卖就是有成本的问题，还有你要怎么样去做这个赚钱的，的方式。玩游会是一个多元的学习领域，除了让学生有教学以外学习体验，也促进校园学生跟家长三方面的互动关系，呈现出合作教育的学习、金融教育的学习，还有学校学生的艺文学习的成果等等的表现给家长看。现在的社会应该是亲师生三赢，孩子的优点要被家长看到，而且学校的特色也要让被家长肯定。第三国小今年已经117岁，是第三镇内上悠久的一间国小，为地方的基层教育付出真多。今日全校的师生甲家长以及所有出席来宾，拢用办喜事的心情为第三国小来庆生。记者王祖如采访报道。